然后还要改变它的名字，这个体制是不可能改变的。如果可以任意改变世界的，就失去了。哦，所以1971年这个东西我们就看到，全世界只有一个 China，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它现在在联合国里面的旗帜，那它的代表，它的政府是美国所承认的。但今天中国人他有一种自卑感。 美国再三的保证，我只支持一个中国。现在这个中国叫中华人民共和国，但是台湾气泡，我举动哦，一人叫什么？美国，你要守好一个中国政策啊！你对，他有他你深深那个自卑感，是不是？他对自己的政权摇摇欲坠，快要瓦解，对不安定感。来，我们看一下继承的观念哦，大清帝国把。 把台湾割掉是割掉是边而已呢，啊，我们高沙族的这一边住在山上的，跟他们没有关系呢。我们以为大清割掉的台湾是整块啊，其实不是呢。大清的拓殖的范围，你若看历史资料，有一些所谓的汉、那个番汉界、那个盖爽，那个是就是这个物件。啊，大清帝国。 挂这些台湾挂掉了，伊拉底下就无台湾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无台湾，中华民国继承的时候，所以它地图里面没有划进来啊。啊，中华民国没有在1949年的时候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掉，当然它也没有台湾的主权，没有台湾的土地啊。所以长久以来70年来，我们都被恐吓长大的啦，我们真的是被吓大了，被恐吓说你如果。 投票选民进党，啊，你就会被中国武力犯台，必须跟那个没有关系的。我们被恐吓，然后让你的那个情感倾向投票给他求安定。那8年过去了，有比较安定吗？有633吗？有股票20000点吗？有捐金捐一半吗？没有啊。台湾盖到统一。 曾经有觉得说台湾独立才有希望的，国家才有完那光明的未来的这种想法，先举手没有？真的都没有吗？没有，还是不敢举手。我以前就是支持台独，后来想一想，来到这边啊，读了这些东西之后才知道，原来台独根本就是假议题，虚设的，虚设的。 台湾有一群人啊，伊无想要互中国统一，伊要直接就地合法，即个想要独立啊！啊，有人咱受着教育，讲咱用殖民400年，咱这种人，感觉讲台湾要独立啊！啊，啊，跟这个策略的台湾人呢，共同痛恨的共匪，去拥抱破坏自己的支那流亡政权的这中华民国。 他教我们痛恨共匪吗？就我们去拥抱他，可这群人他是杀了我们28这些人民的人。啊，有人说哦，不要再提这个了啦，提这个又在撕裂族群。啊，我你讲讲你讲南京大屠杀，那你撕裂族群，族群啊，你讲那是外族啊，哎、欸，对台湾人来讲，中国人来到台湾，他们也是外族哦，是我们自己搞不清楚哦，独立是什么名言？ 来告诉各位，上面个独立，独立是什么？独立在国际法上是有例子的，不是随便想要独立就可以独立。那公投独立，我们要来问，深入探讨独立是什么呢？独立你要先问你的祖国啦，请问你的祖国哪一国？为什么独立要问祖国？我们把它缩小到我们一般的生活经验来讲啊。我来讲前面的。 我伫外口做事，才有青烟，甲你来，啊，自己出去，然后叫伊。我敢有独立？啊，我无独立呢？因为厝里甲我供应啊，对不对？如果我毕业之后，我在外面自己赚钱，姑且不论我有没有把钱寄回家，我在外面自己的一份薪资。 可以租房子，可以过生活，在那边我有没有独立？有了吧？我独立了吧？那我从哪里独立？
我从我的家里独立出来的，我独立有一个主体的，独立有一个主体性，你要从你的原生家庭独立出来啊。如果我赚一份薪水，啊，我都住在家里，吃家里，都家里睡家里的，我有独立吗？我没有独立，我还在我那个家。所以独立有一个母体，有一个主体出来。请问台湾独立，你的主体在哪里？讲到明了，来，祖国是独立的前提啦。有两种状态，过去二战以前哦，有两种状态，你是那个国家的领土，你就会有那个国家的一个主体；要不然你就是那个国家的殖民地，你会找到一个中土。啊，所以独立是假议题。来，魁北克省最南侧的部分，它的主体是什么？加拿大这个国家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法语区他们想要投票独立，从哪里独立出来？从加拿大这个母国独立成为一个新的国家，叫魁北克国，这个叫独立哦。可是他每次公投都没有投过，啊，他们是这个加拿大母国的公民啊，才能投票，这叫独立的独立公投啊。所以独立公投独成功，那就独了，那没有从成功就回到原来的状态。宗主国殖民地，红色的部分过去是大英帝国的殖民地，啊，所以后来你看每一个国家都独立了嘛，但是他们又回归合并成一个大英国协，类似邦联的状态啊，因为他们觉得这样比较好，所以你看苏格兰一起写大不列颠的王国，苏格兰有四个 nation 啊。苏格兰、哦、北爱尔兰、威尔斯跟英格兰，那再跟我们英国，英国比起是这个英格兰。那他们那时候想要独立出这个大不列颠王国，从大不列颠王国分离，变成独立的国家，这才叫做独立嘛。它有一个主体性的，所以那个时候要投票的前夕，英国女王出来喊：不要分家，不要分家，啊、哦，乌克兰。在缘分最近发现的克里米亚省，它从乌克兰独立出来，它有一个宗主国。西班牙有一个加泰罗尼亚，它从西班牙这个母国独立出来，这种叫做独立。但是克里米亚有一点历史渊源，克里米亚里面有50%的人是那个俄罗斯人。18%是鞑靼的，然后剩下的30%是克里米亚的。那时候要独立的时候，俄罗斯派军队在这边，然后让他们公投独立。所以欧洲说这个公投不合法，因为它受到外力的影响，不合法。那台湾现在的状况有点类似，台湾的宗主国是谁？跟我台湾人说花去了，叫归去了。想要回去，台湾人你要从哪里独立出来？我们想要独立是要从哪一个国家独立出来？我们头脑里面是不是装着中国？如果装着中国，当我们独立公投失败的那一刹那，我们表示什么？我们要跟中国统一，要回归中国，是这个问题。我们根本不晓得我们的祖国主体是谁。那请问台湾独立要独立什么？然后哦，我现在不讲独立了，我要建国，独立才能建国啊，那是程序的部分。第一个，美国独立战争就是脱离大英帝国的殖民地嘛，你不然你殖民地还脱离嘛，先独立嘛。啊，再来制定政府、法律、宪法等等，要变成一个国家嘛。所以建国的前提是独立的。所以你不见的人在外面说、啊、我要建国，我现在没在说独立了，根本就不知道这些东西、啊、所以我刚才有说很多给大家看，你是一定是先独立后来建国，国际法一定有一定的程序、啊、殖民地能不能变领土可以呢，只要依照万国公法或者依照国际法一定的程序，它可以慢慢变成领土。国家的要件就是什么？领土、政府、主权、人民，
当年我们是日本的殖民地，毋庸置疑啦，无毋对啦，难怪伊是伊的殖民地啦。但是伊对在殖民地的用心是想要把它变成一个国家，一个国土。所以呢，他才鼓吹所谓的皇民化，因为要达到国际法的一个条件就是人民。你这个地方的被殖民的人，要能够认同你的国家文化、语言、思想啊、教育啊这些东西，你要能够有一群人认同这个，变成你的国民、你的公民，那这块领土才能成为说你有合法性。啊，这块土地人都是你的殖民者，都是被殖民者，安尼你变成你的土地，伊的心又不是归向你的啦。那所以呢，那群皇民化，不是讲潜在咧压咧，讲你大家人拢爱话解本事，大家人拢爱讲你不稳的心咧，也许真是开放一挂建设。让你可以认同这个国家，但某一挂人开始就是，这个条件达成之后，征服全岛，对塞德勒巴来伊咧拍，甲原住民拍，伊毋是什么殖民者咧，伊是以那种他要把这整个岛屿建构成一个完整的领土，这个主权而战争的，当然过去啦，战争是战争是无好的啦。大家拍来拍去，拢拍的时阵，刚好讲，人权，我咧讲，你是外宾的，我咧讲，谈拢刚好讲人权，我来拍，他们来拍，拍拢嘛拍死的，他来拍无死的，对不对？美国牵关这段时间，想来讲，我这牵来安尼，几十万人消失，然后伊刚来思考这，伊刚要拍赢你啦，所以在战争里面。有一个人道主义，跟着一个救援，跟着红十字会一块的救援，一个是红十字会提供两国交战，前瑞士他战，伊是中立国，伊讲我两边我都不站立场啊，你两边相拍吼，我去救你的那些战伤的人怎么样？敌国哪一国我都救，所以我要保持中立，我只要我的车子出来，我的红十字旗出来。你不能打我，因为我要救你们这些受伤的。对红十字会也开始成立的那个意义的。结果呢，那个人咱即马咱所看到中华民国红十字会，那是假的。我讲的假的什么意思？全世界红十字会拢会搞一个总会啊，伊拢是那个总会里面的会员成员。结果这个成员名单里面没有中华民国。啊，你有吃辣的？没有中华民国，啊，变成咱关钱而已。啊，这国库通党库的这个概念，他们也通在一起。所以有人讲独立吼，中华民国等于台湾，改国号制宪就好了，干嘛删？可以吗？改国号制宪就可以了吗？改国号就是选举选赢国会多数，中华民国。改成台湾或者中华民国改成日本也可以啊，难道不行吗？中华民国改成美国不是更好？大家都不用申请绿卡了，直接变成美国的一州了。中华民国改成中国靠南北，啊，我立马变个汤尔，荷兰过去也是我们有征服过这块土地的，我们变成荷兰国也不错啊。不然我们改成福尔摩沙的名字可不可以？哪一通啊？中华民国这个国号只要能够改得通的话，那。为什么其他的选项都选呢？这个宪法的制度可以这样子改的吗？本来不是你的家，这领土台湾澎湖不是你的家，你宪法的固有疆域不在这限定范围，那你去改好，那现在就变成我的家了，那就变成你的家了吗？可以这么简单那么容易的吗？那我也把美国变成我的领土可以吗？大家有没有去思考过，如果这个会通，那其他的也会通？难道不是吗？制宪，请问你要用什么身份制宪？你要是用中华民国国民的身份制宪吗？你有新的身份吗？没有啊。台湾人要怎么办？不参与政治，就这样继续烂下去啊。咱要爱开几台，才会开这问题解决。台湾国这地位正常化，爱在咱这代来解决。
那个拖到后代啊。咱即代人无解决，以后嘛出现一个林政府，以后嘛出现一个林志升，以后出现一群人，敢毋是吗？历史伊就一直在重复嘛，一直在重台啊。咱即代人无愿意去面对问题，咱的后一代会怨恨咱的，嘛有可能咱经无后一代啊。咱即代的人嘛有知影即个消息，我去唤唤起即个亲人朋友啊，哦。那时间会拄好，经济多发展会拄好，邀请大家来参与台湾民政府这条互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这条路线。啊，恁咱来点出教育来，哦，时间的关系，咱今仔日到这，多谢大家。